前六名的选手啊，麻烦你稍后一下下，等我们的护背啊，护背好，能够你永久的保持都要把护背的好，可以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宣布第三集前六名的选手，第一名啊，不，第六名了啊，从第六名，不好意思，29号徐志豪选手，台中市健美代表队，第五名34号吴长安选手。队名不太清楚。第四名35号徐伟哲选手代表他个人。第三名是28号张志林选手，一样代表他本人。接下来是两位啊，最后的冠亚军。第二名是25号王瑞炫选手代表个人。第一名是27号田忍南选手代表恶魔集团。我们要请我们工商协进会理事叶子林理事，是不是老板你移驾一下，帮我们颁发奖状与奖牌来。来，三个立正，拿一张牌。没事，过来。慢慢搬，啊，我拍一张还在热当中啊。百忙之中，叶子林叶理事来帮我们颁发前六名的奖状。第六名，徐志豪选手。哎，我们再对那个裁判员引导一下。第五名是他隔壁的那位，吴长安选手。啊，第四名，你稍后5秒钟，马上就你的奖状马上就出来了啊，还在等。4秒，3秒。2秒，不能拿走。1秒，赶快，好，来出来了，好，很热哦，没关系，已经来了。好，第四名，来，叶理事，麻烦是最右边这个，你的最左边，你的边最左边的这位，是的。好，徐伟哲选手，接下来第三名，张志明选手，恭喜你。第二名王瑞炫选手，哦，这是人才辈出啊，这是新生代的啊，好像比较少看到，冠军就很常看到了啊，这个是一直拿冠军的啊，最近的啊，希望他能永远拿到冠军，保持最佳的比赛啊。我们今年亚洲杯的选手田忍南选手来，恭喜恭喜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叶理事帮我们颁发前三名的讲座，一样从第三名开始。张志明选手，哎，王瑞炫选手，这名字要多念一下，大家就有印象了啊。以后看比赛说，哦，这个人是谁哦，你就知道他的名字。我是路人甲 A B C 啊，没有一个名字啊。这是田忍南选手，大家要记得，田忍南选手是冠军的选手。好，恭喜，麻烦理事是不是留步，来跟我们的强壮的啊前六名的选手一起手牵着手，我们是不是六位选手手牵手好吗？好，对，好，手举高来，二头肌展示。好，赶快我们来六个人啊，与我们的理事一起合影。这个样子哦，够了吗？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